你是不是花6.9啊买的40包这个无蔗糖的荞麦沙琪玛？对不起啊，你买贵了。咱看一下后台没发货的话，咱赶紧退了吧。您看一下老弟个链接啊，都给你讲到什么价格了？厂家呢是6.9啊，给咱包邮40包。另外呢，老弟为了回馈新老粉丝对老弟的支持，咱直接挂一张1元优惠券啊。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5.9啊，给咱发40包无蔗糖的荞麦沙琪玛。咱们好多铁铁想吃沙琪玛，又不想吃那种太甜腻的啊，咱就可以尝试下咱家这个无蔗糖的荞麦沙琪玛。它这个呢是用木糖醇啊代替了蔗糖，吃起来不说那么甜腻啊。看一下啊，上面都是满满的小黑芝麻。松松软软，软糯香甜啊，有蛋香味、奶香味，还有黑芝麻的清香味啊，三种香味混合的。早晨呢搭配一个小牛奶啊，就是完美的一顿早餐，特别松软。像咱平常肚子饿了或者嘴巴寂寞的时候啊，都可以来包解馋还抗饿啊，并且呢还没负担。无蔗糖的荞麦沙琪玛，吃起来啊不说那么甜腻。好松软。关键呢今天的价格也太合适了，今天老弟儿下单直接给您挂一张1元优惠券啊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5.9啊，给咱包邮40包无蔗糖的荞麦沙琪玛啊，真的太合适了。